小明，老师是最强大脑的科学评审，拥有可耻的一票否决权，干掉过无数记忆高手。你确定要在我面前表演记忆力？没错。有种，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开始吧。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一三得三，一二得。九九成卖表，倒背如流。老师，你看我是不是吹？你给我滚出去！哪位同学知道叶公好龙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期？小明，我没睡觉。不打自招，叶公好龙是什么时期？答不出来就外面去。是。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滚出去。小明，你知道为什么要上地理课吗？老师，为什么体育课那么少，作业那么多？为什么上课45分钟，下课只休息10分钟？请回答问题，为什么要上地理课？因为没有天理呀。滚出去。多位数减法，上下位数对齐，个位数减个位数，十位数减十位数，低位数不够就向高位数借。有什么不懂尽管问，老师可是人称数学王子的天才。老师，如果高位数不借怎么办？不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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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都不借。为毛要勾起老师伤心的往事？你给我滚，直线滚。大家好，我是新来的美术老师悠悠，希望大家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老师，我已经爱上你了。我不喜欢小孩。我也不喜欢小孩。我们可以不生小孩。你给我滚出去。遵命。小明，你在干嘛？我的女神。哎呀，好刺眼好刺眼。是。这不是新来的悠悠老师吗？难道没错，我爱悠悠。